好，来，我教大家来安这款书包机的安装流程啊，看一下。先把这两个螺丝打起来。对，这个连接这个过滤器啊，再接上空压机的吸管，连着这个摇摇阀这边，再连接电源线，好，安装完成之后，我给大家来开机看一下效果啊。这是电源开关，这是锁门开关，也是一个开门开关啊。下面来靠紧，推进去，推进去已经锁住了。这是进气开关，这是时间表。